关于四名土团党国会议员为了选区利益转态支持首相安华，人在美国旧金山的安华表明，这个情况有别于三年前的喜来登行动，因为这些议员都是深思熟虑以后才自愿做出这一项抉择。安华指出，四人倒戈支持他和2020年的改朝换代不同，因为相关议员是观察到自家政党的局势，包括对领导层失去信任以后，才自愿表态支持团结政府。至于喜来登行动是以职权以及金钱换取支持，所以情况有别。与此同时，针对这起事件引起了贿赂的疑云，反贪会决定调查。安华说，执法单位有权彻查案件，政府没有隐瞒任何事情。